看梦梦，我摸到枪了，金毛弄他，金毛弄他，摸到枪了，有人上来，倒一个，我们去后花园了，掉大分，有接我，没顶住，掉的也没顶住，我这是废物，掉大，上是不是有人啊？我感觉。那我拿 A 打吗？不是，人家捡那个牛逼区的是吧？这牛逼区不比 A 打用多吧？那就十颗子弹 ，A 打他妈五十颗子弹。我知道了，我让他去吃。给我打总决赛。下次让他开车了。没开。防区里，防区里。倒一个。前方有危险！哎，蓝马来我这，我这蓝马杀了。空投，要空投了。前方有危险！掉个蛋，帮忙！停了，停反击了。去帮忙！两个，两三个敌。哎，我点上。上东过。雷炸了我一半血，我操你妈的，我本来就半血了，然后那半血就给我炸了，赶紧把麦闭了。腰给我扭断一根，
是我给摔倒了。哇，怎么摔的？啥情况？三十多码车是我给摔倒。打死打死，我等你，我等你打死。没有车。腰给我整断了，我靠！这扫帚是真拉飞腰。这一关为啥这么水？等你上午打的都很水，哪把气量了？我以为早上就死一次，等你也早上打，就早上死。等中午过后，下午就会醒了，真的，下午就会醒了。有人，前方有危险！扎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子弹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他们打助攻了，嗯，他没撞。我不叫你，不叫你，我不叫你。我该直接铲了，我靠！啊，对对对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。那对手我们太厉害了，我们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好几百 KD 了，确实打不过。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对对对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下一局，下一局。怎么有人开始吹牛逼了呀？我靠！我受不了了。真想冲个白区，你看那个女孩他妈开全麦，我操！说啥呀？没办法，弟弟，没办法，弟弟，那这白区是挺高的，我就听见这几句话。没办法，弟弟，没办法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没办法，我就知道这句话。什么小孩？哎，真有人啊！你看这前面。哎，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哎，我看到了。就一个，就一个。